蛋糕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好想把两个都吃掉。吃吧吃吧，反正奶奶现在不在，莎拉也还没来。不可以啦，奶奶已经说了，一人一个，刚刚好，吃两个太多了。啊，对哦。哎呦。好吃的东西，赶快吃光光就对了。玲玲，不可以。可以。不可以。可以。停！哦，我决定了。怎么了？没有啦。玲玲，你看，我妈咪准备了饼干，我们可以一起吃。哎，真的吗？谢谢。不客气。莎拉，你看，奶奶也有准备杯子蛋糕，那我们一人一个哦。太好了。小朋友，虽然点心很好吃，但是如果一次吃太多，让肚子痛，那就不好了。而且，我觉得好吃的点心还是跟好朋友分享最快乐哦。水果和你说再见，冰淇淋一起说拜拜。祝你的笑容像水果一样甜，心情像冰淇淋一样好滋味。